我们现在身在海纯街，也就是 Main Bazaar。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关于到双语路牌的这门课题。这课题呢，也因为我们的江丰年同志在7月31日的时候呢，走访圣淘沙的老港下以及同金路，也就是 Jalan Stagan 以及 Jalan Jambori 的时候呢，发现到原有的双语路牌已经渐渐的被更换成单一马来文的路牌。这也让我想起当年我还是三兵区国会议员的时候，这些路牌都是双语的，可是如今才发现到，不知什么时候这些路牌竟然渐渐的被替换了。这个课题经过媒体报道过后呢，我们收到民众的热烈的反应，他们说海纯街的路牌也只剩下了马来文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身在这里的原因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。海纯街对古晋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，这里曾经是华社前辈们的记忆基地，更是古晋的第一条街道。这对华社而言，不仅是历史悠久，它更有带着重大的意义。这里保留着浓厚的华人建筑特色，一栋栋的老建筑，各楼式的瓦砖屋，更是这历史的见证。海纯街更是古晋各著名的旅游胜地，双语的路牌更可以带出沙捞越的多元文化的特色，加上这里的百年历史都有着华社的影子。可是海纯街这三个名字却静悄悄地从路牌上消失了。竟然海纯街这名字已经深入人心，有着它历史的价值，那么它是不是应该还原呢？